大家好，我是月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双。哎，这两天让大家给小双操心了啊，一直家里边也是。哎，其实月月是吧，可能只有同样的相同的经历的人，可能才会理解，然后才能懂。然后这段时间了，在这儿呢也谢谢朋友们的关心。其实有时候想想，我也挺幸运的，刘青一直在身边陪着我，然后护着我。我昨天得来青薇，还说找悠儿找着事儿，悠儿我那找着咋样了？哎，给抱吧，咋了？妈抱你吧，你妈。哦，抱后你吃醋了，是的。啊，走吧，拜。呀，你不能出去，你跟人断了。毛毛。毛有人开个玩走。找着几个人了？一个也没有。呀。哎，对了。那个鱼儿嫂找了咋样了？那能快呀，人家说三五天给信儿。哦，又或者人家过不来的。不是有信儿就行。说了三五天，你看你着急了。咦，来给我玩吧。啊，这么多舅舅啊！爷爷想吃啥饭来着？啥饭？啥也行，尝尝吧这几个。哎呀，我怎么听说你找月嫂呢？啊，我找个鱼儿嫂吧。而且找罢了，找鱼儿嫂也不是说那么好找了。哎呀，还花那一天，花半天呢，找鱼儿嫂。不是想着这玩意儿又快过日了，你爷娘一直快当不惯。俺带出来这玩意儿结了婚，你也不能说一直跟俺开的。那亲妈还说了，你妈那大两个人开孩子都累。累也不累，就看着你妈小鱼儿嫂听话听好了。嗯，这不我想着等俺。还得够用着呗。心情好，我看见是事儿，这个事儿跟俺这玩意儿又有了还得够。你跟你讲，你那个楼上没家人，你楼上干的活儿也没人管。别心疼钱了，娘，这钱儿该还了。我说到时候你正好冒双人结婚的事儿，来一个，把咱培养培养的玩儿啊，或者知识啊。呀，小伙长得不好啊。不是那意思，大娘，不是那意思。不是说也，不是叫他奶奶过来吧？是吧？他奶奶要是忙了，我就过来。哎，你到时候给他忙了，给他让让娘去。不是让他那个小姨来，那啥那个，我们把这钱给到他爸那个，给别人不行了。那小姨。嗯，叫他来照顾他月嫂。哦，到时候听你这呗。啊。听你给他来两个，给他考虑吧，咱俩后期要是到时候如果要是可以了，我到时候再跟你说。你娘，你都把你家的照顾好了。我来了也不是一个人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一家的人，一个媳妇进到家了以后，你都是真正的越买一家人。就搞定了。上时候能给家做好吃的，我跟你说，俺家带着孩子都过去了。你才是真正的高人。小白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其实我也挺纠结的。你看我昨天开了评论。有老些朋友建议说，叫俺娘再接着开孩子，小雨再过一年，他都开始都可以上幼儿园了。但是这个钱儿这一方面呢，都是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，就是他可能出去打工，可能还不如给家带着孩子这个钱了。我想问你咋开了？家那年开小雨，当然比用别人用谁都放心，家亲你对孩子都好。但是我只说我的观点，到最后你考虑吧。嗯，这出嫁闺女不？尤其是结了婚以后，就是能给娘家帮忙，别添事儿，多一事不是少一事，你咋考虑吧。哎，听你这一说，我又纠结了。给两个娘家那提那个姨，你就咋样嘞？啊，就是亲戚是呗。能不用，尽量不用吧。因为亲戚之间他老些事儿了，没法说，或者改了好了，但姨呀大说，你没法说。是，明白。嗯，那你说觉得要谁开？小雨养俺大娘带，我是最放心的。把这个月嫂的钱给俺大娘，她不用出去受罪了，受苦了。但是还是那句话说，你没结婚之前，这家公你开来的，咱都得行。结婚之后，老些现实问题了，能不给娘家添麻烦，不给娘家添麻烦。我现在就是在昨天不是说了，找月嫂了，找月嫂开来行，找个稍微好点的，然后人家来了之后。一手交钱儿，一手干活儿，量挺好的。找月嫂开的行。哎呀，我也想想嘛，因为月嫂他是靠缘分，真的。朋友们也替我替小双想想，考虑，咋能更周到一些？
好嘞，那我赶紧走呗，孩子马上下课了。